小朋友快救救我，有坏人要打我。这个姐姐脸上和手上都有淤青，应该不是坏人，救人要紧，姐姐快和我走。姐姐走。哇，我电梯坏了，姐姐我们走楼梯。赶紧报警吧！啊，小朋友，今天谢谢你啊。但是姐姐的手机刚好没电了。后面有人啊！你不要吓我啊！九楼的感应灯一直亮着，说明那一层一直有人。电梯也被开的，九楼很有可能是故意的，目的就是让我们走楼梯。啊、那我们怎么办？姐姐跟着我，快跑！小朋友，你干嘛呀？开门，我还没进去呢。爷爷的姐姐，你也是坏人，别以为我不知道。哼，小鬼，挺聪明的嘛。你是怎么发现破绽的？这个姐姐假装受伤是在打消我的戒心，在楼道里她的眼神一直在四处观察，她是在确认你的位置。后来她又谎称手机没电了不让我报警，最后上楼时刻意放慢脚步是在故意拖延时间。小小年纪警惕性还挺高，不过现在已经晚了。叔叔，我妈妈很快就回来了，而且这里发生的一切我妈妈都知道。臭小子，你竟然敢黑我。没用的叔叔，这里发生一切已经全部保存到我妈妈手机里了。你